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接下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，一对，你看，好，他的恭请传习法师如何修禅，如何修禅，中午吃一顿，晚上没有吃就很馋。闻到什么都香，如何修禅？修禅的次第啊，如何打坐？如何禅观？啊，禅呢，实际上啊，戒定慧啊，这里面呢，它实际上主要是指的这个定的部分啊。定实际上通事处时间，事处时间。一个人做生意，脑子也要好，很清晰，对不对？分析能力啊，要很好。哎，所以他通也通世间和出世间。所以呢，世间禅定呢，四禅八定属于世间禅定。啊，在佛法里面也有小乘禅，有大乘禅。啊，有慈心禅、悲心禅，有如来禅、有祖师禅，有见、有顿。啊。我们中国大乘佛教特别禅宗的这个禅，它实际上是指大乘顿超禅。所以说呢，像我们讲话啊、讲课，就带着那种味道，引领大家都见佛性。见佛性，一见到那个了，那个就是你的佛，那就是你成佛的本钱。那个佛是跟成佛的佛是一样的，啊，我们的佛性。在佛不增，在我不减，啊，所以我们发菩提心，我们行菩萨道，真的这个是，老实说，如果不是佛，如果不是法师们有这些因缘，平时你自己坐在家里，你会发吗？你会发菩提心？你会说哇，我要学菩萨一样的学习这样，会吗？这个是很难的，啊。所以佛有时候比喻佛又叫大商主，他是大老板，你跟着他就知道怎么赚钱了。你自己做生意你不知道的，你到底这个怎么做，他跟着这个大老板做，他就会带着你赚钱的。大商主，哎，这两天我们受戒的心态我们分析一下，哎，是连哄带骗，最后踹一脚才进来的。哎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真是这样的。我说哇，菩萨戒，我这么难，为了众生挖眼睛、割鼻子，我这谁干？哎。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？鼓励呀、啊、赞叹啊，啊，叫劝法嘛，劝法，劝啊，劝啊，劝，没胆子借一点胆子给你啊，啊，最后这么大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就这样吧。这个人也就是这样的嘛，人有这种心态啊。那西方人做实验嘛，电梯里面。这个人走进电梯里面，走进，然后其他四个人，忽然四个人都蹲下来，这个人看看为什么蹲下，他马上也就蹲下来了，马上就跟他一起蹲下来，啊，他也不知道大家蹲下来干嘛，
啊，所以有时候大家在一起有好处啊，有好处啊，大家都瘦了，我不瘦这不好意思呢，啊，为了面子我也要做菩萨啊，这个就是，哎，哎，实际上这就是，这是就是一种效应，知道吗？效应进来，那说，哦，那师父，那我是糊稀里糊涂被骗进去的。骗你做好人做好事，又不是骗你做坏事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骗你做菩萨，骗你做佛，你是不是你赚到了？哎，哪有这么有这样的人来啊？你我说你口袋没钱，给你塞得满满的。你说我又不知道你给我塞的钱，我以为你给我塞的是这个餐巾纸呢。这，哎，这个你这个也不能怪你，你最后回过头要谢谢吧。哎呦，太感恩了！我以为你给我塞的是餐巾纸，哪知道塞的全部都是美金啊！啊，所以虽然最后知道了，哦，我是不知道，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哦，我是被骗进来的，但最后我知道，哎呀，太感恩了，太感恩了，啊。所以一般性呢，如果学小乘禅修，很多人都喜欢去泰国啊、缅甸啊，小乘禅修。小乘禅修非常简洁，让你观呼吸、走路、吃饭，保持正觉，心灵的明晰的觉照，啊，这个那个，就是你的生命的状态，呼吸、心跳、起心动念，啊，这样，这个小乘观，啊。那大乘观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，佛心是什么？啊，然后啊，如来禅呢，按照教，按照经教，那祖师禅呢，就是师父知道那个如来的心是什么，也知道你的佛心是什么，所以他就是他有他的方法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一定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就《金刚经》说的法无定法，是为佛法啊，教外别传，不是机械性的教外别传啊，然后啊不立文字，不是按照那个文字的那个啊来的，它是祖师的手段啊，所以各个门风不同啊，就是那个呢，这个就我们佛教还保持的，还保持的传如来的心的等舍觉之对，愿能共灾藏地上师的晚灾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不是问题啊，这个啊啊要共灾啊，共晚灾。阿弥陀佛，弟子儿子今年8岁，李树豪，他后脑有粒水瘤，导致学习有障碍，希望他能得到师父的加持，啊，能够在这个法会想到一念想到他，他就得无量加持，啊，这个实际上小孩子有病有什么，我们大人要反观，啊，大人的业力会成熟在小孩身上，啊，所以。我们大人应该做小孩子的菩萨，啊，我们戒恶修善修功德回向他，啊，半夜见到亚彪该怎么处理？亚彪，啊？山里的和尚不懂这个，亚彪是西虾米，啊？鬼啊，哦，鬼叫亚彪，我倒学了一次，啊，啊，那你就念地藏菩萨啊，那就好了，念地藏菩萨啊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啊，哎，第一次你看，真要出来啊，我要不出来我就被时代淘汰了。
有佛友说，原始佛教里没有烟供，请问原始佛教有没有点香啊？那不就是烟供吗？烟供原本是外道后来加到现在佛教，这不就不正确吗？这都自说自话的啊。他说可以用念经来回向功德啊，这样鬼道可以用功德来变成换取他们要的东西，和解。他我们要把这个功德观想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啊，那哦我们功德给他，然后鬼你自己观想吧，他要能观想出来他就不做鬼了。他那我们也不用求佛来求鬼吧，你想要什么鬼就变给你，我们变给他没吃的大米饭一车，哇铺天盖地一车都是饭，哦椰子水一桶，哇都是椰子水。我们这个我们人的哎对不对，我们人脑子要好用才行啊。你是我讲老实话，我们要想练到这个的话也是要有修行的，有戒有定力，脑子要好用，首先精力要很好对不对，你自己这就是哇天天就是打哈气要睡觉，让你想什么想不起来，亚健康状态也不行啊。我们自己要精气神饱满，这就是戒，以戒的地基础，然后有定力，定力就是哎想到水就是水，清澈的水，甘甜可口的水，哎想这个才行。那你自己你的心你要清净啊，你自己的心要有这个，也就是戒定慧在你的生命里，就是你要用这个，最后要用啊。因为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那还了得啊啊，哎能施与众生所求，这是功德力来的，这是一个人修出来的。你说啊回向给鬼，鬼他如果会变他都不是鬼了啊。所以就是啊，那我们比如说烟供这个是自古就有的啊，自古就有的，那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众生不同业力啊，它的流通的范围啊或者力度是不一样的。过去人很清净，我们一小杯米水杯七粒米啊就可以观想到很多很多啊观想。现在我们的定力也不行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呼吸的雾霾，吃喝的有毒的水，哦然后这个地水火风都被污染了，我们身体也不行的，大脑有时候也是要短路的。你说这时候还七粒米七粒水，哦那自己都活的质量很差了对不对。说这个时候啊烧一堆烟一熏，天地虚空界，然后再小小力的观想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，是这样子的。你观想力更好的时候七粒米都不用的啊，就往那想，你要什么鬼需要什么就观想，哦衣服哗衣服就很多啊，吃的很多好吃的啊，然后念这个多宝如来的时候金银珍宝哗哗都是，马上让他就啊对。然后法师这两天还说了嘛，那个鬼请来了之后啊，他们很多业力的缘故嘛很落魄啊，请他们哦洗个脸沐浴一下换上新衣服，这都是我们这样观想他就这样得到了。我们的心灵怎么想，实际上在某个空间里在某一些业力的生命他是可以看到的，你知道吗。所以才是你两个人，我们就佛经里记载的这个嘛啊，就记载了个鬼看到两个修行人的状态，两个修行人一开始见面哦都是讲佛法，哦那个鬼就在那磕头顶礼，两个人讲佛法的时候都是放光的。然后讲到后来，再讲到后来说啊你收入多少啊，啊一看这鬼听这个就变世间的了嘛，鬼就不磕头了。
再讲到后来，哦，是非了，哦，某人短，某人什么什么，哦，讲是非了，这鬼子掉头走掉了，鬼都听不下去了，就负能量的了嘛。实际上你一个人的脑子，你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，鬼是可以感受到的啊。你像这个没有受菩萨戒之前，我们这个磁场气场就是还是负能量还很大的，昨天一说到菩萨戒，这个整个这个场地哇，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哎哎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谁这个时候通过各种途径意念，我们这里跟我们只要一连线，马上就触电，哇，那么大加持力啊，我们就正能量形成了啊。这时候那我们的话，哎，大家这个相貌也会变掉，相貌就是说你看看是不是都红光满面，你看看，哎，红光满面都是红光的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什么利益到众生道的时候，就是马上就有作用的。起初不敢受菩萨戒，全部师父帮我们受戒的题目我都没回答，后来听师父讲解受菩萨戒的殊胜功德，忽然心里涌起很想受戒的心念。你看，后悔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哎，那跟着师父走你还担心，这个就叫，这就是什么，你就对，你对师父没信心吗？对佛法没信心吗？哎，你还怕，你怕佛会把你带地狱里去啊？但是我有听进心里，请问师父，这样弟子有受到菩萨戒吗？没有。关键回答的那一刻，我说能持否，能持，那就是很重要，那就是啊，下载软件一样的下载，下载啊，就是下载，每一辆都下载，哎，哎，哎，你是等于该下载的时候没下载，后来发现别人下载了很好，你后悔了，你说那我手机里有吗？没有，下次受的时候掌握机会，下次受啊。下次抓住机会受菩萨戒的机会还是有的啊！我看我们法师这一次第一次受也受得啊很圆满，实际上我都很担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师接了我们这一票业务，你看啊，跟我们连线，这个要很勇敢的，这是要有一点这不怕死的精神的。哎，啊，啊，做你们的师父了，做你们的戒和尚了，就已经命跟你们连在一起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回过头来，哎，就是对师父。哎，就是从可怜师父的角度上也要好好受住戒，不要犯戒啊啊！因为你如果犯戒啊，师父也会跟你下去的啊，至少这一生的命会缩短，寿命减短，福报减少啊，甚至死的时候也会很惨啊，知道。所以说一般性这个传戒就是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非常严肃的事啊。那小朋友怎么又把帽子戴上来？请问师父能否安排时间让我们一起供养五位上师及其他师父？师父们为我们做这么多受菩萨戒殊胜，请上师接受我们供养啊！这个你看，这个啊，嗯，
上次香港有一位大老板啊，去见大宝法王。啊，大宝法王跟他讲的，啊，他说：“请上师加持我。”上师回答他说：“我没有能力加持你，但是你造的罪业，我会帮你担。”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是你师父，如果你是他徒弟，就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上了。所以大家要珍重我们的戒，这个因缘产生是不容易的。昨天你看还戒的时候，我看大家也就是啊，因为环境也就是这样嘛，啊，大家有时候心就不知道那个还戒的时候那种悲痛。很轻松，那就还戒了。还戒很简单的，师父我还戒了啊，好的，就这样，就简单。就你要想求一个戒是不容易的，像刚才他问的一样，那我那能不能就没有？那你说等下次有机会的，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？很难得的下次机会。还掉戒很简单的，破戒也是很简单的。哎，受戒容易持戒难，知道吗？任务交给大家了，那就叫修行啊。佛经还有一句话，菩萨初发心，鱼子安摩罗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鱼子啊，鱼一下产很多卵，但能长成鱼的比例很少的，卵很多就被其他的鱼给吃掉了，被烦恼给那个了。我们现在受了菩萨戒了，出去很多就会被烦恼魔、生死魔啊，这个五蕴魔就给，然后众生的共业、天魔的这个共业就给你分头攻击，就给你那个了。你讲我守住这个戒停，我能走多远？哎，就像唐僧一样，我们这个《西游记》，唐僧要去西天取经。一路妖魔鬼怪要吃他的肉啊，没有火眼金睛，没有这个坚定的毅力，没有诸佛菩萨的护佑，每天要恳切的跪在佛面前，保护我，令我今天清净。晚上回来了，我不清净的向佛菩萨忏悔，忏悔恢复戒体，然后明天又铠甲锃亮的又能出去了。出去然后哇，受了伤回来再忏悔求佛加持，然后身体又恢复，又修复脏了回来再修复，减弱了再修复，每天就是这个修行过程，不让就戒体这个铠甲彻底的叫弃盔丢甲，这个参兵败将，然后最后一个，那你是参兵败将，师父光荣吗？师父光荣的，师父就哎，命就搭在你们手里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阿摩罗果也是这样，阿摩罗果那籽子很多的，籽很多的，但是真的长出来的很少的。那佛明明知道这样，还要努力努力努力，于不可能当中要去，就可能的。这个就是菩萨精神啊，就是佛的这个愿力啊。我们不说了吗？我们命中没有命中注定要来受戒的，因为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也不是命中注定就佛该来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都是佛五浊恶世不该有佛的，戒浊、奸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哪里该有佛啊？是佛的悲愿，在没有光明的地方，我去做灯吧。啊，狂风暴雨当中，我去做灯吧。啊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，哎，像我师父把佛法要传下来，多少不容易啊！啊，那师父那几十年前也是这样，他在台上，他在台上干嘛？听大家讲课吗？不是啊，接受批斗啊，大家都批斗他。戴大高帽，写上迷信大王，挂上大牌子，他
要放弃信仰就可以不需要不受这个待遇的，不回家，不回家，有家不回，我是出家人，没有家。那给你集中到一块教育，先给你做啊，政协委员捧你啊，然后让你们就那个，后来文的不行，武的啊，批斗游街，就这样也不改啊。外面的袈裟没有了，做一个小的，弄布做一个小的披在里面，围在里面，那才有我们今天现在学到佛啊。那我们现在能传到手，我们这里在非常不容易，一代一代都是用命，用他们的信仰超越了这个世间共业的洪流，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啊。如何更好的升起忏悔心？五毒俱全会忏悔，但无法升起大忏悔心。实际上我们听这些癌症患者听到人间的不幸，实际上对我们是很大的一种教育啊！啊，我们为他念佛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，哎，我们活的怎么质量高一点，我们死的质量高一点，这都要自己修出来的啊。中国有一个词啊，叫叫恶贯满盈。那个贯呢，中国人的钱以前是铜板，是拿绳子穿的，哎，一个钱薄薄的，但是不要看它薄，十个放一块它就很厚了，20个30个，哎，穿一贯钱。所以我们戒就是呢，再小的恶不要做，你别看它恶小，这恶都穿在一起它就不小。哎，你也不要嫌这个善小，一丝之善，只要你有机会生口意，有机会做你都要去做。为什么？你别看那个善小，集在一起滴水可以盈气，那个一滴滴水你看到很少，哎，一缸就是滴满了啊。所以不因恶小而为之，不因善小而不为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，我们就要去这个掌握这个。哎，你说佛怎么救我们？佛那么慈悲怎么救我们？戒是最实际的一个啊。当我们真用我们的身口意造了都是恶业满满的，你说佛怎么救我们？佛所以讲法就是大慈悲，戒律就是大慈悲，禅定智慧就是大慈悲，就是具体救我们的方法。第三，如果被大力鬼附体，本人还不相信怎么办？往往被附他是不知道的啊，就我们自己的习气一样，我们自己习气你都觉得这就是我啊。你会知道你的习气是一种业力吗？这个业力是有人格化的吗？这个人格化可以分出角色来的吗？哎，佛可以千百亿化身，我们众生也是在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业力，也是不同的身形啊。只不过佛是纯善的，所有化身都是帮助自己、帮助众生的。我们呢，所有的种种不同的性格，人前人后啊，种种的性格习气，实际上出来都有可能损害自己、损害他人的。哎，那只不过啊，我们给菩萨，我们做一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，哦，那么多手，那么多眼，哦，化现了32真化身，我们也会化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自己，那个也是像鬼附体一样，啊，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，啊，这么多年我学佛，然后我师父交代我做超度，从99年开始做超度。然后啊，超度跟超度鬼，超度鬼，就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
哦，才发现人的很多的性格，医学上也有什么人格分裂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双面人格，有三面、四面、五面、六面，实际上是这都是你同样一个躯壳，实际上里面有各种角色在里面。哎，那个如果能把它再剥把它找出来，也可以把它称为叫鬼。啊，你抽烟的人身上就有烟鬼，还不止一个，有可能一票烟鬼在里面。你只抽烟，你只是供养他们的。喝酒的人有酒鬼在里面，好色的人里面有一票色鬼在里面。这个人这个躯体很奇怪，你不要看外表是一个躯体，里面就像个硬盘一样，能容纳很多东西的。啊，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，忽然他的，就是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，啊，比如这个人肚子里面有一群鬼在里面，哇，一群鬼在里面在那开会。普通人不知道的呀，哎，有可能一个人心里面哦藏了几个，他的性格吸引了鬼，鬼的性格影响了他，啊，相貌啊，我们的性格啊，命运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哎，都是这样的，往往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为什么修佛法？修佛法超度啊，超度啊，超度啊，超度到，哎。这个社会上中西医里很多的病，实际上的原因都有跟这个有关系，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。啊，下面为什么我的孩子平时功德都回向了，他学习都总是不好？因为你本身也不学习，成绩也不好，他是你的拷贝版本。复印件，那是你的复印件。首先回向自己，我学佛又好好学了吗？我学的戒定慧又好了吗？戒定慧把这个回向给他，哎，马上就会发现他变了，因为他基因，他跟你的连锁，你要想变他，你改变自己，啊，然后你变得喜欢读书，啊，你喜欢学习，你喜欢尊敬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，啊。开始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变了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师父，受菩萨戒在40里内有法会或法师开示讲经，如不去听讲经许可吗？啊，这个是不许可，确实啊，40里内啊，平时就是说作为三皈依的人都是这样的。这地方我开车路过一个寺院啊，我要向这个寺院合掌，你说我开车怎么办？开车的话要心里边想的，心里要合掌啊，像那个泰国人也是在那开车，看到这边寺院了，喇叭要按两下，滴滴按一下致敬一下啊，然后就是你心中你是三宝弟子，你对三宝形象要恭敬，看到僧人的形象要恭敬啊，不要说僧人，一张照片挂在那是一个出家人都要恭敬，哦，是出家人的照片，这是出家，这个照片是寺院，这个照片是佛像，哦，对三宝都要恭敬。然后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40里内有法会啊，法师讲经，你去，哎，你至少你增加人气吧，帮人场吧，你给佛教帮场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给佛教有人的帮人场啊，法师来了，比如说法师啊，有备而来，准备那么多，你想那书准备了那么多，邮寄费都很贵的，法师说买很贵，邮寄费又很贵的，他说不计成本，不计成本为了我们做这个法会，哎，然后来了之后说没几个人，法师会心会冷啊，所以大乘经典里就会说若末法时代没有人去，释迦牟尼佛说这样，我化四众弟子，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下面大家，我都说你看这是佛的力量把大家感召来的，按照我们自己的业力来说，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个果报会到这来，有可能都是佛的力量，哎，实际上在座能来也是佛的力量促使啊，哎，
那同样的嘛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记住佛陀的这句话，说若有法师或者是开法会讲经，四十里内你应当去。请问你依教奉行了，请问你依佛陀的教导去了，来到了这个法会，请问你到了那个法会，是不是佛叫你去的？是不是你承载着佛的愿力？是不是庄严道场？就是啊。所以如果你断掉了，你说我不相信，我不愿意那么做，那你的佛的种子就在你手里断掉了。那你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都能把佛的命给断掉，那你要救命的时候，你等于是哎，一样的嘛。两个人交朋友也是的，你伤过别人来，你伤过别人来，最后你还需要别人帮助，你去求佛是会答应的，佛不会记你的。但是你心灵造了个业，你会障碍自己的，懂不懂这个道理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个业会障，我们超越不了自己的这个业力的。佛是不在乎我的，佛可以救我们的，你一千次不听话还是愿意救你，但是我们的业我们难以超越。哎，一个老和尚圆寂的时候，后来死了一天眼又睁开了，徒弟说为什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师父说走不了。说为什么走不了？说我这一辈喝的茶叶啊，茶叶倒在窗外啊，一辈子倒下来啊，形成一座山挡着我走不掉。他说我要把这个给消掉我才能走。那你看看，倒个茶叶就这一个动作而已，都障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想想看，那也就是说，那实际上就是他形成的障碍吗？是佛不愿意接他吗？不是啊，佛愿意度他的，但是他自己的业力难以逾越啊，就自己做梦一样，自己做的梦是你的大脑反应啊，哎，那跟佛没有关系的呀，是你自己的业力的反应啊，对不对？啊。你不能怪其他人呢、啊、对不对？就是两夫妻过日子啊，起来吵架，她丈夫吵得莫名其妙，她说，这女的说，我昨天晚上梦里面梦到你去约会别人了，你梦里面约会的别人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啊，这是她心里面想的。嗯，还有请问师父，家里因园子有种花草树木，受了菩萨戒，可以修剪花草吗？花草是可以修剪，但是打药是有问题的，不能打药的啊。修剪花草可以啊，但是修剪花草之后你要跟他要说一下啊，我要来修剪你啊，最好少修剪。有菩萨心肠的人真的是都不忍心伤害的，不忍心伤害。像我的寺院就是，我说别动啊，就在那么长啊。他们很多人不理解，因为我就看到他们拿夹子剪，好像剪我一样，你同体的感觉。希望他们有的说啊，这个草拔掉，我为什么拔？他说这个是野草。我说野草跟花不是一样的呀？什么是野的，什么是假的？都对大自然长出来都挺好的啊。这就是说，这就平等型的这种啊。所以到我那寺庙你看乱乱的，反正哎，你这个乱，哎，你说这个你是在山里面嘛，还有你还可以乱啊啊，我自己还可以找借口啊，乱你还跟山周围的山融成一体，哎，你还可以自己找理由。以后人聚居的面积越来越少，你比如在城市里，你不能弄得很邋遢，邋遢就觉得就说你没水平，对不对？这借口都没有了，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福报啊。山里面就不要紧啊，我们到山里面，是出家人也可以不修边幅啊，胡子留长一点啊，头发长一点，山僧嘛，对不对？你像虚云老和尚住山，那住山一年才剃一次头啊，他没有时间剃头，住山的人天天在静定当中，镇定当中啊，不被打扰，在乏的状态里，哎，那做菩萨就不一样，菩萨要照顾别人啊，法会庄严不庄严，法会这个程序有没有排好，
都要考虑到，啊，然后一个考虑不到啊，就那个，哎，所以修小乘和大乘的，就是说，啊，这修小乘，怎么就清净？哪儿清净在哪儿？啊，出家爱清闲，清闲即为贵。所以以后啊，不要大家不要说啊，那出家人不干事，出家人不干事就是他的事。他的事情就是不干事，啊，一个社会没有这个包容心，连修道人都不能包容，这个社会没福报，啊，千万不能去那个，啊，他是人天福天，他不干事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他就能成为人天福天。哎，佛陀是佛，同时他在显现人间，他就是一个出家人，啊，就大罗汉一样的，啊，一样的。所以这一个猴子，那个猴子，哎，摘了一个蜂蜜的那个瓣来供养佛陀，就是因为他供养佛陀，他佛陀的心的对境是无边无际的，所以他供一点点蜂蜜。啊，供到佛了，高兴的哇哇跳跳跳，扑通跳到水里面淹死了。哇，大家觉得，哇，这个猴子来供佛的，怎么就淹死了呢？啊，很多人都哇心里面的这个解不开这个谜，啊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佛陀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供养了我，他的这个畜生的业报结束了。他投胎在那个城里面大富贵人家，啊！但是他这个很神奇，他妈妈一生了他家里的所有锅碗瓢盆水缸全部都是蜂蜜，所有容器里都是蜂蜜，所以他的名字就给他起了一个叫什么蜜啊？佛陀亲自到这个城里托钵到他家门口。这个小孩子一看到佛陀就要跟佛陀走，哎，你看小小的年龄就证阿罗汉果，就是他前世做猴子的时候供了一半蜜，因为他供养的对境是啊，所以出家人叫清净无为闲道人。哎，所以像我们这种忙的人，老实说，我们对那些住山的呀，对那些天天不忙的人，我们有时候还很惭愧的，我们对他阿弥陀佛，我们业障重，我们业障重，我们只有这样讲。哎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啊，这是个出家，出了家这么忙忙的，没日没夜，哎，所以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啊。出家人应该是一个清净无为闲道人呐，哎，那种状态。但是怎么样，真的清净清净的养出道了出来了，道明白道了之后，体解了道，应当要度众生。所以佛就跟阿罗汉们就劝发大乘，发菩提心。哎，甚至这个时候，甚至你老是住在这个清净里面，佛陀说，为清净法尘所扰，你贪着在清净的法尘之中，你不能出来，这是不究竟的，所以叫有余涅槃。你不能够自立，对于我这个，就佛陀说的，那作为我能够发愿到五浊恶世来，我希望众生都能遇到佛法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成为，你就继承不了我的家业事业啊，就大乘佛种会被断掉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又会称它叫焦牙白种啊。但是这个相对，这个是佛陀呵斥他，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们不能来。哎，我们哪怕前面讲了嘛，街上冒充的，哦，我们心里面要意念真正的贤圣僧。但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形象是很高贵的，虽然他顶着这个形象做的骗人的事，那你必须管他，因为你要看最宝贵的是什么。你要说骗人，这世界上到处都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
那你要看到这个骗人的人穿的是出家衣服，这个出家衣服，这个他的出家形象，这个是高贵的。你要谢谢这个人，你是内行啊，懂吗？哎，你是内行，哎呦，赶快把这个宝收下来，捡了一个漏啊。哎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天天穿了个出家人衣服，他求的只是金钱，买给你一个佛卡，他赚了啊，你给他10块马币，50块马币，他很高兴，哎呦，我赚大了。那对我们懂行的人来说，他穿着出家人衣服，他剃着光头啊，他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带来的是僧人的形象啊，这个形象的伟大，这个佛特别佛祖，这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佛陀说，真正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，三宝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一个忤逆十恶的坏人呢，他以嬉戏的心剃个光头，然后做了一个出家人衣服穿起来，他这样的人到路上走一遍，他说世人功德无量。为什么？哎，对不对？你说他也不是说要扮演这个角色，不是，他戏论，他就是好玩一下，他自己是个大坏蛋，穿了这身衣服走一趟都功德无量。这个因为什么？这个是法服啊，这代表着别人一看到这个衣服就会想到三宝，就会想到佛。一样的，像我们出家人走出去好嘞，走到外面，小孩子看到都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他也不知道我叫传喜，对不对？他一看到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那所以我们在座的怎么样？像我们这两天，你再还戒好嘞，你头发还不了给你的，对不对？除非要么你早就假发套准备好了，你要走出去，你这个光头啊，然后你如果你文化衫，这次我估计有没有文化衫？哎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下次我们会补。哎，实际上虽然这个海清脱了，出家的那个衣服会脱了，也就是就是没有那个，尽量穿着啊，别让别人看。哎，还是有一点，别人不懂的有，哎，这就是出家衣服。你知道这两天你们穿上出家的鞋，我都羡慕啊。你说你天天穿，你还羡慕我们？哎，就知道这个鞋是不容易穿，这是出家人穿的呀。你们这两天天天踩着出家人的鞋，这叫罗汉鞋啊，名字就很伟大啊，叫罗汉鞋啊。啊，如果不是短期出家的机会，是不可以穿的啊，不可以穿的，穿了有罪的。不但是没有功德，有罪的，冒充嘛。那这两天给你们有机会短期出家，你们有机会可以天天穿。所以穿之前罗汉鞋头上顶一下，哎，顶一顶啊，要有那种恭敬心。这双鞋是出家人的鞋啊，我们是短期的，他这个鞋是长期的。做了他这个鞋叫罗汉鞋，僧鞋，僧鞋啊。所以这个多少不容易啊。那我们走出去了，别人一看到，哎，出家人的样子，也会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哎。所以我们多保持这个形象啊，多保持。因为是这个，那我们要不要为佛争光啊？要为佛争光啊。那个假的他不知道，他只是为了马币啊，为了钱那么做。对佛教有没有因为他丢人，他不管那个的，只要人被他骗到，他就觉得很高兴。但是我们是佛子，我们是不忍心这个的，那我们要好好表法。一方面看到假的我们都要想真的，另一方面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要给佛争光，要做一个好人。哎，到哪里也讲道理，讲礼貌，表情要和蔼可亲，语言要柔软啊，更让人耳顺啊。走哪儿先人后己，先人后己啊，有修养，做一个在这个世间上哦，做一个那个。你像梁漱溟，他一辈子被人认可，他80多岁才公开在说，实际上我是一个佛教徒啊。哦，他说我10几岁就知道我前世是出家人，我想出家，妈妈
哭死，哭得要死，不允许。后来跟他妈妈谈判，他说那我这一辈吃素可以吧，他妈妈才同意。所以他就是隐蔽的，你看做了一辈子隐蔽的啊，在其他的事业上二十多岁就当北大教授了，二十多岁北大教授啊，这连毛泽东要学传统文化都要找他向他学习。哎，甚至这个梁漱溟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倔的人啊，他不同意他的观念就是不同意啊，所以后来也有被批斗啊，又干嘛。哎，但是他是赢得了社会的尊重。那最后八十多岁的说我是佛弟子，也多为佛争光啊。哎，所以有时候要有点惭愧心，我这个是佛弟子，我会不会让人对佛教尊重啊，这样想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受了戒啊不要紧，犯了戒可以忏悔，不是鼓励大家犯戒，是让大家放心受戒，动机是让你们放心受，受了戒是让大家要好好持住戒，实在有这个有破戒因缘，有破戒的因缘，这没有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阻止能够那个的那情况下，那我们可以主观主动的去向佛忏悔，再把它恢复戒体清净啊。所以呢那个不是说我说了你这么多条呢，你不可能同时一下子都破掉吧，你一天破个一条两条，你马上回来就忏悔，百字明念二十一遍就恢复清净了，每天念二十一遍百字明，所有戒律恢复清净啊，你不可能都破掉的。所以你只要破掉一条两条，那还有那么多条的功德都在那撑着呢，哎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功德还是很大很大的，而且可以忏悔。哎，所以这个大家知道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希望我们这次菩萨戒是从今天一直到成佛敬未来际啊，我们说的呢短期出家的这些戒呢，它是啊，是可以还的，啊，这时间有限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两天还是要知道，我有戒跟没有戒是不一样的，啊，过去有一个人，他是守了十几年戒，他也没觉得什么，那天他说，哎呀，这不守十几年戒好像没有什么，哎，谁要？我这十几年戒功德有，如果有功德的话，给谁？边上有一个懂的说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给我吧。给我你这十几年的戒的功德给我吧，结果当天晚上阎王爷就说了，你不是持戒的你早死了，持戒功德吓得第二天就问他要回来，不能给你了，这个戒还给我，我是十几年受的戒哎，所以尽量我们虽然护法神不要你发工钱，但是你修得好，你戒定慧庄严，那你有戒香，你好像天天点的檀香沉香，他给你工作站岗的人他也沾光嘛，嗯，不错，我为沾光我很荣耀，你看天天他这个人身上又放光又是飘香，然后天上又有宝盖，对不对？哎，跟着也很荣耀，这些跟班啊护法啊对不对，保镖都觉得很荣耀，不要混到后来保镖都嫌弃你啊，护法戒神都捏着鼻子说这家伙怎么不破戒，破完了我好走嘞，就糟糕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哎，开始受了五戒很好啊，后来一条一条都破掉了，最后连五戒也不算，一个叫食不语戒，吃饭不说话，他就是他最后只保持这一个，其他戒全部破完了，那最后这一个戒他没破，那个吃不逾食不逾一戒的那个护法神还在那，但是实在臭的他天天都受不了啊！他说怎么办，你怎么样吃饭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走了后来他去盛饭，盛完饭了坐，结果那个护法神把凳子给抽掉了，他就一坐不动坐下去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一说好嘞，出声音嘞，那护法神就现身出来对他笑，哎，我这下可不受你的罪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我自由了
哇，他也是恨到极点，对吧？这现身出来跟他讲啊，他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走了？他再告诉他，说本来呢，你受的五戒，25位护法戒神都跟着你的，结果你破掉一个戒，走掉五个，破掉一个戒又走掉五个，5条戒却犯，25条戒都，25个护法神都走掉了。他说你还守一个食不与戒，所以我这个护法神还在。我实在受不了啊，你的这个戒全部被破完了，就这一个我还得守。哎，他说现在你总算讲话了，我也可以走了。哎，他一下子生惭愧心啊，哇，还有这样的呀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怪不知道那个摆摊子算命的生意很好呢。我们的命要教他算，学了佛要不要他算了？命在自己手里啊，佛都把那么尊贵的命，佛都把佛的命给了我们了，你还算什么命啊你啊。哎，哎，好好守住，抱住佛大腿，知道吗？临时抱佛脚，我们天天抱着佛脚，知道吧？哎，守着戒就是抱着佛了。哎，命的佛的命都在跟你在一起啊，所以我们大家好好的增进守护，能依教奉行佛。我们这次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啊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到这里，下午还有其他功课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做个菩萨就要慈悲，慈悲就要敢去救苦救难。台湾现在有个问题，流浪狗弃养的问题，很多爱心人士很热心的去收留这些流浪狗，10只变20只，变成100只，他们根本负荷不了，所以很多甚至送到护生园来，我们现在也负荷不了了，超过3000只了。3000只一个月光吃的开销，人员开销130万台币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。所以就近来讲，希望各位不要弃养，而且要多认养，以认养代替购买。再来，更要护持那些爱狗人士的这些金钱开销，买饲料等等。所以护生协会也买了很多狗的素食饲料，不断的去护持送给他们，但是永远不够的。所以希望各位多护持台湾救狗协会乃至附近的爱心的救狗的单位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为何供佛的食物等深重不可食用？一般供养佛的也没有说出家人一定不能吃啊，只是如果按照经典，供佛的东西最好下施最好了啊。但是现在没办法做到这么圆满，我要吃的我先拿来供佛啊，先供养佛，但是没有说不能吃。但是如果是下施的，那就绝对不能不清净物，绝对不能供生，在家人最好也不要吃啊，因为这些是要布施鬼道了，那